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八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二蛋。二蛋，知道今天我们来地球村干嘛吗？知道啊，今天来地球村就把那卫生搞一下吧，是的，把房间清理一下。对，把房间清理出来。饿狼跟百合居住的地方啊，我们到时候也一起过来帮他们打打下手啊。走，我们工作去吧。小心滑。还给奶奶，来，奶奶你先走。哇，奶奶种好多菜呀、啊，你哦，这个也是你的呀？哇，种这么多菜、啊。还有那个，这个放哪里，奶奶？放那边那种。这个杯子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哦，玻璃的吗？不是，瓷器的。哦，盖子的应该是。好，这个都置办好了哈，就等我们百合饿狼住进新屋。看我们小编刚刚摘回来的桑葚，还有学长。谢谢你们，不用不用，这些放在这里，你们大家一起吃。好的，刚刚摘回来的，对不起，多吃点啊，大大哥。对啊，你是厨师，辛苦点。是啊，厨师很辛苦。我开始做饭了啊。我拿两个，一起吃饭。好嘞，我拿几颗给我外婆尝一下。好，现在他们阿姨来搞这个豆苗去摘啊。哇，好多啊！拿来种了，什么也没种。哎，但是你要教我。怎么吃种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懂了，教我。现在还要自己做了。现在只能种豆子啊。五月吃的那种哈。五月爆吧。啊，对，五月爆。七月爆。没有七月爆吧？二嫂。我的贤大姐教我种菜耶。呀，看好了，有菜种。哇，这个菜种的好哎。经验。这个是那个，是那大豆哦。